食歹势，我著甲。伊为着你，为着你开口。Okay。 啊无啦，啊嘛有人咧听人。哎呀，迄拢是作秀的尔啦，实在的啦。我感觉我这样讲，我感觉有一点困难，真的很困难。是卖涂涂改改就好啊啦。我真的，我觉得说。嘿，足难的吼。哦，是我讲我。啊，搁歹势哈。食到这老啊，有甲即个遮困难的，是无？以前咧考啥样？伊咧讲的净土外面念佛安尼较轻松。嘿啊。啊，心清净，啊念佛，啊走修行路程就好啊。有啦。有这个是讲，加减讲。无，就是对老师歹势啦，无，毋是讲足爱学的啊。嘿啦，我是讲对老师歹势，无其实。嘿啊，对伊歹势，甲剩一个，啊，搁无来。那感这个业足奇怪，较早就规间足热闹嘞，嘿，规间足热闹，啊，无位好坐。规间拢足热闹嘞，啊，比较我觉得也比较没有压力啊。现在直接现在有时候伊都拢问你。伊直接就一直在问啊。一直问你意向啊，怎么安怎呢？一种压力就大。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说，压力也蛮大。以前还有秀传可以问呐、啊，哈，还有丽娟呐，谁可以问呐、啊？哈、啊。啊，你看，迄个嘛，归去了去读对面班。啊。迄个人啊，迄、那个好多。哦，有一个林吉祥啦。林吉祥啊。啊，早起读隔壁班啊，读嘞嘛，感觉唔歹读啦。是啊，人伊嘛是足好学，结果他人家认为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在这里做，甘愿自修。我感觉讲这，那这广论有头，我就想讲，啊，休息。唔是休困啦，学佛无咧休困的啦，是讲吼，要读要不用读，不用读这种，读得这么辛苦啦。对。读这文字游戏，等下老了啊，目睭等下尖，啊，哈哈，啊，搁细字啊。这就说真的。听闻佛法的时候，耳朵有听，心有道就好了啦。哎呀，对了，没有关系。但主要是听力呀、啊。我就听多少算多少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把它结束。后面这个频波舌那结束了，再看看吧。那个师姐啊，她说下个礼拜可能要开第六班。几班呢、哦？对啊，我她说要开，我们是第五班嘛。哎，啊，几班？那几班不是对的、啊，下个礼拜第六班啊，第六班。第六班是。是另外老师教呀、啊。他是签四年，他还有两年呢。一个两年爱教呢，啊对啊，一个两年教啊，咱两年是要过读什么？无啦，咱两年，咱两个人看咩啊，安怎熬过？啊，是安尼尔啦。这个真的是，干这个业很奇怪啊。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子？